万圣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而杀人的服装甚至是服饰确实能够为今年的万圣节带来更多的娱乐以及刺激性。不过，他们相关的电器隐忧可能是更加的刺激的。考虑到这一点 <noise>，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 是提醒所有的客户，有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可以确保我们过一个安全的万圣节，特别是与蜡烛、装饰品或者服装相关的预防措施。 燃烧的蜡烛具有引起火灾的严重风险，因此一开始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绝不用燃烧的蜡烛点亮南瓜灯笼，或是作为任何装饰品的一部分，请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火焰蜡烛代替。然而，对于那些坚持使用点燃蜡烛的人，则绝不允许点燃的蜡烛无人看管，或是太靠近可燃物。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根据全国消防协会的统计资料，每年的圣诞节装饰品造成一千多起居家火灾。此外，根据消防管理局的资料，在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一年期间，在万圣节前后的三天，全美向消防部门报告的火灾有大约一万一千三百起，造成约三十人死亡、一百七十五人受伤和九千六百万元的财产损失。 过一个安全的万圣节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一开始就做出明智的决定。SEC 企业环境、健康和安全主任 Donnie 表示，从不使用燃烧的蜡烛，到购买具有易燃性、易燃或是不易燃材料制作的服装和装饰品，在选择时具有安全意识。精明的决定还包括不把灯饰电线或是电线扔进靠近电线源和电线杆的树木或植被中。 人们还应该仔细检查装饰品是否有破裂或是磨损的电线，因为这种电线会引起严重的电击或火灾。他们还应该使电器物体与干草或玉米杆之类的易燃物品保持安全的距离。SEC 在这个万圣节为您提供一些其他的安全提示：把户外的装饰品插入有接地故障断路器 （GFCI） 保护的插座。在室外使用电器产品之前，确保它有户外使用的标志。 挂灯时使用塑料拉链线，不要使用订书针、大头针或是钉子。每条延长线使用的照明灯不超过三股，超载可能导致火灾和电线短路。使电力延长线远离高流量区域，如走道，因为它可能会绊倒行人。仅使用带有 UL、SCA 或是 ETL 标签的装饰品。查看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与万圣节相关的产品召回。天下卫视编辑报道。